对于我过去犯的错误，我很后悔，也很愧疚。所以在这里，我想要再一次跟受伤的女性表达我最深切的歉意，对不起。而且我辜负我的家人，辜负我的朋友，辜负所有社会的信任。我自己个人的错误行为造成了很多方的伤害，我想再一次跟大家说对不起，对不起。我会努力的，也持续的深切的去悔改，然后去反省，谢谢。有在谈和解了吗？学生这边，今天有准备什么样的资料吗？对于我过去犯的错误，我很后悔，也很愧疚。所以在这里，我想要再一次跟受伤的女性表达我最深切的歉意，对不起。而且我辜负我的家人，辜负我的朋友，辜负所有社会的信任。我自己个人的错误行为造成了很多方的伤害，我想再一次跟大家说对不起，对不起。但是司法的部分我不能说太多，所以很谢谢大家关心。我会努力的，也持续的深切的去悔改，然后去反省，谢谢。